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伦。这期我们要做一个测试，就假装在网络上装富二代，然后吸引一些拜金女，看看他们会不会因为金钱而做出一些出格的行为呢？现在在网上约女的用哪个软件比较好？用陌陌吗？你用那啥，用那个叫他去那软件，哪个他哪个去？就男他女他的男他，然后去是去位的去。就是男他的他，然后去位的去呗。对，那个最近挺这火。是新的什么神器呗，还是咋的？哎呦我去，这个有点内涵是吧？哎呦，这软件18岁以下可别点呢，这个。哎，这是个沈阳的，睡不着怎么办？有沈阳的晚上金月。哎呦我这文章，哎呦我去，这是真人讲的这个，哎在吗？看一下我的坐骑，我得不，咱就赶快下去拍个车吧，要不然一会儿走了。你整正好，快，咱就正好，这不有拍摄吗？咱就直接下去拍一下就行了。跟我约睡这块儿，没有人家，挺，这来了到。OK，出来了，哥，咱跟上他们。这车是你的吗？这车是我偷来的。这司机也是你偷来的呀？对，这都是我偷来的。这现在开豪车，哎呦，开豪车就可以直接领女的出来了，看看。这是直接要去酒店呢。咱是不是应该下去了？你做什么工作？做啥工作呀？就是挖煤的嘛，属于那种第三产业。我挺喜欢这种工作。那有啥可喜欢的？就天天挖煤干活嘛。走吧，一会儿上去陪我待会儿，再坐一会儿。累了。走。刚才我已经那什么了，开卧房，换个鞋。这都是你摆的呀？别随便。搁那个 APP 上买的啥玩意儿？你喜欢这风格的呀？要咱俩就玩那种，就是玩会儿那个什么呗。我这边还有一个大人偶呢，我这边搁他买的啥都有。你上那边，上那边，上那边看看。不是看着我发照片之后，然后你买了一堆这个吗？对。快什么？换了！哎呀，换了吧！我觉得，就是国外刚出来，我兜里没带多少钱，给你500美金，然后你几千块钱，你这球帮我换一下，拍个照。一会儿给你，一会儿再给你转5000，快点。一会儿转。我知道了，那就整一下。这玩意儿，你看这多配套啊！那我就试一下。哎，快点吧，出来了。哎呦，挺酷啊！自己那拿个绳，拿个皮鞭。不是一会儿准备抽你吗？我看里面。还行吧。哎呦我去！不用脱了。不用。然后我也演那什么的，完了咱俩就正常玩的，是吧？你平常都玩这些吗？帅不？好玩吗？哎，你不是喜欢这样吗？灯啊！
我没吃过猪肉，我还没见过猪跑啊。那我正常还手是很正常的，对的。M 不能还手。那叫啥玩意儿？那我花钱挨打呢。傻，玩不起就别。好热呀，这环境啥还挺好，是吧？一会儿陪我，一会儿吃喝点水上去呗，待会儿。上去干啥去？坐会儿，要不多无聊。啊。行。哎呦我去！房间还行啊。然后你就换这个呗。怎么还换上衣服了呢？玩一会儿呗，这会儿。没事。我这边今天没带多少钱，要到时候先那什么，你先拿1000块钱，换个衣服，行，哎，你在这个可以不？这个你在这身换的，我咱俩坐会儿，从那边看。啊，床垫那儿。你干啥呢？怎么困了？嗯，等会儿呗。这边有几个选项，一个是低辣，然后一个是那个鞭打嘛，就那几项，那种鞭打。鞭打，你选哪个？你真打呀？对，就是也不是很疼，但是你疼爽了就好了。啥叫疼爽了？就是疼到一定程度你就爽了，低辣就跟那个抽的跟你都不太喜欢。别闹哥，你这要都不太喜欢。再给你加，再给你，我先前面这里有600美金，这2000块钱，我没带人民币，我给你放包里了。咱俩玩会儿低辣，你听吗？啊。衣服那个。第一个车，我给你整第一个辣。别闹。先手伸出来。哎，别闹。伸出来，快点。别闹。没事，玩嘛。哎。快点是吧？你别闹。来，快点。哎，你这拿绳干啥呀，哥？那个，咱俩绑一下，就是互相绑一起那种。不是，那个咱玩正常不行吗？咱就别玩绳，你就进来呗。不用，就正常点呗。快点！哎，你干嘛？快！哎，求你了，哥，就正常绑一下。求你了，哥，咱们不要闹了，别，哥就够不着了。行吧，行，那先这样吧。我给你开，这回你就吸取教训吧，行吗？今天我没啥兴致，你就撤吧。豪车酒店啥你就别老整了，是吧？多危险呢。那我换一个去。行。谢谢哥。行，然后那贴儿上了，多危险。啥贴？就那个贴儿吗？我在他身上发的，没人发那个。这有人给我点赞、评论啥的。行，删了是吧？不危险。今天酒店没啥兴致。啊，那我知道了，我换衣服去了。这个社会还是有些复杂的，希望看到这个视频的女生能够保护好自己。如果真正跟一个怪叔叔约到宾馆的话，就不会像我这么善良了。也许会发生很恐怖的事情哦。